瑞士的铁路系统一直都以效率、准时和广泛普及而闻名，从而使它成为了日常通勤、城际旅游或休闲旅游的热门选择。所以，想更接近当地的人和习俗，最好和最快的办法就是搭火车了。而瑞士旅行通票绝对是瑞士旅客的不二选择，这是一张在购买的固定天数内可以无限乘搭当地火车、巴士和船的通行证。不仅如此，通票包含了免费游览数座山峰、多数山地铁路或缆车和索道半价折扣和免费参观500多间博物馆，而里面还包含了超赞的全景列车，其中一个就是黄金全景火车，世界上第一辆全景列车。车如其名，它的窗户从车顶延伸到侧面，从天空到周围的景色一览无余，让乘客完全沉浸在令人惊叹的环境中。每天多达4趟列车从因特拉肯通往蒙特勒，途中会经过清澈的高山湖泊、鲜花遍地的草原和宏伟的山脉，每个景色令人留恋，而每个季节都能展现出不同的迷人风貌，让您在每次到访时都能体验到独特的美景。